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非常难得。众生要认真修三学，佛菩萨就知道，他善根呢渐渐成熟了。如果得到善缘，殊胜的善缘，善缘佛菩萨一定帮助他。帮助的方式没有一定，就加持，有显加有敏加，善巧方便不可思议。我过去在美国有一个台湾同修，他住在台湾，他有兄弟在美国，母亲在美国，病危的时候他要到美国去看他母亲照顾他妈妈，人心地很诚恳孝顺。那么在一般讲呢，他说他的签证很麻烦，不可能被通过但是在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隔壁一个窗口里面一个移民官呢招手叫他过来很快就把手术办好了，给他5年多次往返。他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天呢，他陪一个朋友也去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看到那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好像陌生，根本不认识，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很奇怪，昨天那么亲切这有说有笑来替他办手术，今天怎么板青面孔不认识了。他说是不是佛菩萨加持的确有这种事情而且我们稍微留意这些加持都在我们身边稍稍留意都能够发觉所以佛菩萨加持修学戒定慧三学而称扬赞叹，称扬赞叹，鼓励有善根还没有缘发起的，那要接触这个缘呢，他善根就发现；没有善根的呢，给他种善根。所以这种鼓励赞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鼓励赞扬常常也是佛菩萨冥冥当中来加持自己对这个人好像并不很熟悉，也不热心的往来可是就喜欢赞扬这个都有佛加持。做坏事情做杀盗淫也有人赞扬，现在恐怕比赞扬修三学的人更多。那是谁赞扬呢？魔在赞扬魔王波旬在赞扬。我们要知道佛是护持正法，魔是希望把正法毁坏都有很大的能量神通变化所以我们要遵守普贤愿王的原则。
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啊，看到别人行善与信德相应的要赞他啊，与信德不相应的不提，引恶扬善啊，一生能够遵守，必定有不思议的感应。啊，我自己这个一生说起来是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在这个社会没有学历，没有经历，也没有真正去念过书，看的东西很杂，啊，遇到的缘非常殊胜，这是什么原因？在迈阿密的时候，是美国人统领。我们那个翻译曾显微居士问过他们啊，他们同龄，你跟你们看看法师，他说法师是平常人，很平常，什么也没有，但是他那点真诚很可贵，就是这点真诚心的感应。啊，这一点真诚心是从小父母教的，家教，所以从小养成，到大的时候就习惯成自然，啊，没有丢掉，一生都没丢掉。修佛之后明白了，起心动念要为别人，不要为自己。啊，名闻利养奉献给别人，艰难辛苦自己来承受，欢欢喜喜。啊，这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名闻利养有害没有利？啊，真正是所谓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啊，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名闻利养是形式。啊，自己真干，啊，在经教里头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干。你把它真做到，落在其中。啊，这个落是自己心性与心的相应。烦恼情智慧障，这落在此地。啊，这个世间缘分需要你。啊，一切呢自然成就。啊，我们移民到澳洲，缘很好。啊，那也是过去在澳洲将近十年的缘分。早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澳洲的同学要我到那边去，以后每一年在澳洲讲一个月，每一年去一次，讲了十年，
啊，这是没有想移民之前跟澳洲人结的缘。啊，缘成熟了。啊，没想到这部长欢迎我去。啊，在澳洲又遇到殊胜的缘分。啊，参与两个学校的工作。啊，格里菲斯大学是宗教团结，族群团结。昆士兰大学是和平学院。他们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帮助这个世界消灭冲突，促进和平。啊，我们也是偶然的机缘去访问。所谓一次生，二次熟啊，这三次就变成朋友了。啊，又碰到911这个事件，这都是缘。啊，911，昆士兰和平学院认真在做反省。啊，认为过去这些方法有质疑。啊，消灭冲突，结果变成冲突，变成了恐怖战争，这很可怕。啊，所以才重新反省呢，我们要用真正和平的手段再来找我。这个想法正确的。啊，我问他们，你们原先的对策是什么？原先的对策是报复，是镇压，用这种方法。现在发现这报复镇压越镇越严重。啊，越报这是冤冤相报，越报真就没完没了。啊，所以现在想过去的方法有问题，要用真正和平的方法。啊，不再用武力，不用镇压，不用报复。那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接受学校的邀请。啊，我们不要这些学位东西。啊，学校一定要送。告诉我，联合国邀请是邀请教授，有博士学位的。但是学校一定要给你，你代表学校，这样才接受的。啊，那么有这么个缘，我们的眼界打开。哎，在国际和平上是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以前都不知道的。啊，有缘分接触许多国家领导人。啊，这个都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啊，这些事情转眼成空啊，都成过去了。以往的十年呢，啊，现在年岁大了，回过头来，夜门深入，尝试寻修，啊，我们要把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要认真学习。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决定求生净土。我们想学的东西很多，
到极乐世界再学，在此地没有时间，我们的寿命很短促。啊，所以今天我们所学的就是到极乐世界的条件，这个抓紧。啊，其他的次要。啊，戒定慧是一切菩萨修行成佛最高的指导原则，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外国许多学佛的人在家出家，一生都没办法成就。原因在哪里呢？没有遵守这个原则，特别是戒学。啊，戒定都不要，就要智慧。这智慧怎么能成功呢？啊，所以他那个修的时候，他不是智慧，是常识。啊，把佛这个佛学啊，啊，把这个学佛就变成佛学了，变成一种世间学术了。啊，过去讲嘛，变成哲学。啊，一般大学在台湾哲学系里面都有佛经这课程。啊，那个行讲得天花乱坠，那个里头不需要戒，不需要定。啊，禅宗讲故事，讲公案，讲到大家啊笑嘻嘻的，哈哈大笑。啊，实际上呢，连禅边都没摸出。所谓口头禅而已。